这是手掌，当您用大拇指紧抱住其他四根手指头时，它就变成了铁拳，可以将坏蛋瞬间击个粉碎。如果把大拇指裹在其他手指中间，本来充满杀气的拳头一下变得缺乏自信，这种拳头非常可笑，根本无法将满腔怒火完全注入其中，用力过猛还会伤到自己。可是用来击打朋友刚好合适，用这友情之拳既能打醒迷途的挚友，又能用来捶肩捶腿享受人生。